嗨，又嚟到 Oscar 厨房懒人食谱啊！上次就教大家点样整呢个泰式奶茶啦，咁跟住我就开始慢慢去研究港式奶茶，但我发现港式奶茶真系极度难模仿嘅，因为始终啲英国嘅茶叶啦，同香港用嗰啲咧，始终系有分别嘅。但我又发觉一样嘢喎，如果要模仿翻茶酒呢样嘢咧，用翻英国嘅茶包咧，咦，效果几好喎，仲可以咧。基本上我咧已經翻去九成茶酒嘅感覺。其實我真係好中意飲茶酒嘅香港，因為香港通常我一係就奶茶唔加糖，如果唔係咧就揀一個最邪惡嘅 option 就係落煉奶啦。咁我咧發現咧啲茶嗰啲質素咧，如果仲係用單一嘅茶包咧係唔夠嘅，可以揀就揀，起碼揀兩隻啦。咁其實坊間咧都好多片話用瑪莎 Strong Tea 嗰只啦，咁另外都話用其他牌子咁樣嘅，咁但我自己就選擇咗呢兩隻嘅，因為咧聽聞呢一隻咧話 Scottish。呢只咧就適合翻 Scottish 嘅水啦，咁我平時飲紅茶都用呢一隻多啲嘅。咁我事不宜遲啦，我哋試下睇下點樣整呢一個茶酒啦。整呢個茶酒第一樣嘢咧，你要知道咧，因為其實港式奶茶咧係比平時英式奶茶係濃啲嘅，咁所以咧我通常咧都係 double concentrate。咩 double concentrate 咩意思咧？好簡單嘅啫，就係、是、落兩個茶包。但系咧，只要落翻相同平時沖一杯茶嗰個水嘅份量咧，咁就 OK 啦。嗱，我而家就落170ml水啦，咁我就冇量杯啊，咁所以咧，我就用個磅咯。咁我就煲10分鐘佢。咁我自己咧就會先煲滾咗先啦，之後咧就會校翻做中火咁樣，等佢慢慢去。都係咁樣嘅。與此同時，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我咧仲有啲咩可以整咧？中間棍就係咧要處理煉奶嘅。可能有啲人會問啦，茶酒係咩意思啦？係茶酒嘅意思咧，就係唔落花奶就改落煉奶咁樣嘅。我自己咧又都真係有少少怕甜嘅。我發覺咧兩溝嘅效果係最好嘅，又落花奶又落煉奶，成件事咧係 smooth 好多嘅。咁我自己覺得咧，牌子唔係重點嚟嘅，我覺得英國嘅奶嘅質素都好高嘅。咁咧，喺英國嚟講，你哋落花奶就叫做 evaporated milk 啦。咁如果你想買煉奶嘅咧，就叫做 concentrated milk 嘅。咁我自己其實都係用翻 Morrison 牌子啦，最平最大用咁樣嘅。好啦，咁嚟到呢一度咧，就已經準備咗花奶同埋煉奶啦。咁我落嘅份量會係幾多咧？我會落20ml 花奶，另外咧我又會落大約20ml 煉奶度咯，去做個底嘅。咦？咁時間又夠啦噃。好，咁我哋可以試下沖奶茶啦。咁我自己就中意撞落去嘅感覺。
我嘆一嘆呢一杯茶酒先。哇，其實花奶真係好重要嘅。花奶同牛奶最大分別乜嘢咧？個 body 係厚翻好多。咁另外咧係嗰個甜味咧，因為來自翻個煉奶咧，你飲到嗰種奶香嗰種甜啊。咁其實真係茶酒係比較容易模仿嘅港式奶茶咯，我自己覺得。咁希望呢一杯嘢你屋企都可以試一下啦。咁我哋呢一集就去到呢度先，拜拜。